妹病啊，这个现在称为病，过去往往把这个不寐就叫一个症状。那一样，你要说比如说这个人呢心烦好疲劳，经常坐立不安，或者是这个思维紊乱，思维过度等，其中有一个不寐，把不寐容纳在这些里边的一个算个症，那它就不单独存在。这十几年来呢，国际上呢比较重视这个病，从国际上把它啊，医学界把这个成正式的一个病，所以国际上也就把它专门做一个，这365天当中有一天就叫做啊，这睡眠，哈哈，这睡眠日，这大家重视睡眠，把睡眠专门拿出来作为特定的对待，就关爱睡眠。实际上呢，这人呢，你要保证这一生的你的智慧的发挥，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和做一些个更多的工作，以及可以推动社会有革命性的东西，就是革命性前进了哈。那么你要是不睡觉可不行，不能睡觉可不行，睡不好觉可不行，就是说这个健康是革命的本钱。嗯，我呀在若干年前呢写了这么一句话，后来我看好多国家里也用这句话了，还欠上我名字用过这句话，就是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对人来说，什么是你的财富呢？健康是你的财富，别的都不是。健康没有了，什么都没用啊，非常重要。那人们自己都有个要有，从一生当中到老了才体会到，就年轻时候没钱花，年岁大了有钱花不了了。这是一个，这都带有定哲理的。最后还得讲到一个健康。健康固然原因很多，大概睡眠是第一要务，因为睡眠出障碍的人起来的综合症太多，足以讲是这个夜寐不佳，是吧？这是卧不安，怎么样？这是那就失不下了，对吧？要是吃饭吃不好呢，卧也不安。他说这么个辩证法，这个不完全准确。那吃的少，吃那些减肥者不见得他睡不好觉，对吧？吃多了啊，胃扩张，那想睡觉，那命都没了，还想睡觉了，马上快做手术拿出来，对吧？你造成胃畸形胃扩张了，对吧？所以这个不寐啊，这个失眠症就是，所以人非常痛苦。咱们这有这个是身心中心。我上个星期讲过，我们这91年由我来建立的中国第一个身心健康的科，现在需要量非常大，你看那病人基本上头一个症状就不寐，睡不好觉，你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你说现在的你不管说是要做是感情障碍啊，是这个叫做神经系统热干的这些个奇奇怪怪的表现，
啊，抑郁啊，不得了的。我碰见两个女孩子当兵的军人，家里是富家，到部队想锻炼一下，家长这么做，他也愿意了，就到部队一体会不是那么回事儿，受不了这种操练，两一二三喊跳，就在郑州，只要有一个一闭眼，你说你有乙没跳，那个跳，那个死，这个没死，这天津的，这都是这个睡不好觉就琢磨，造成了这样那样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如果你成为一个是能够从这个手段学上组合一个催眠的方法，使人从不寐到成能正常的睡眠，那当然是不得了的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我所以提到这么高度来讲，确实如此。一个人他睡不了觉，失眠，不但是他自己痛苦，他可以干扰成周围都不睡不好觉。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不寐症。很多的教科书当中啊，在中医里边特别称为叫不得卧，不得卧不就睡眠嘛，还不得眠，还目不明，这都是不同的医学家作为不同的一种称谓。我们中医啊，往往的这个浩如烟海的书这么多，你读起来啊，要注意到，读那个大版本的，就是正宗的，可能不至于走弯路。要不然的话，总在琢磨，他都同样一个东西啊，用好多种角度形容。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不是一种丰富，是一种啊，就太体现个性啊，没有必要。总来说，它是指啊，这个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的一种特殊的病，这个不能叫症了哈，特殊的病。但是呢，随着各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工作性质，它表现各异。连比较不同的年龄，要是在小学时期，可能觉总不够睡的，家长和孩子的矛盾就是早上起来不起床，他睡不醒，对吧？到中学就开始有的要神经衰弱，大学的神经衰弱的可能要增多，工作以后那就更多，人的从年龄增长到年老了那就更多了。要年岁大的人，如果这一宿觉睡的六七个小时，哎呀，这太舒服了，早上起来高兴的要命，对吧？你看见谁他都想请客。这就是一个睡眠呢，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对，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彻夜不眠，见谁都不顺眼。你们到那个更年期。去严重那个妇科病房看看，有本事的那些有水平的更年妇科医生啊，来给他们上课，给病人上课。那你们都住院了，睡不着觉就不行，必须得睡好觉，就给你讲这个关系。不寐烦躁，不寐再带烦躁，对吗？脾气不正常了，对，更年期综合症是我那时候实习，生产实习的时候，在妇产科院，人家主任给了病人上课，在讲这个，你们这样做，将来你的家庭要毁坏的。他说住院，这个头天晚上丈夫给送了饭了，这好吃不好吃，不行就给拽了。哎，回家走的时候，我明天给你送什么？
干了，明天送什么送什么。那实在我是吃，不然我不吃。他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上午按他的说法给他送了，送了以后又拽了，我谁让你送这个？所以那个，哎，他就上课起了一定作用。这个主任说：“您要是这样，一次两次，一天两天，时间久了，你听好了，账我就叫你给打跑了。不是别的跑，你那个嘴就打人，就气跑了。到时候你知道丢了以后的遗憾。讲很多很多人，一讲上俩小时，我真佩服那个人家妇科的专家的水平。”讲座为主，治疗为辅，哎，一批批都出院了。他治疗的就是睡眠，睡眠好了，那么他的症状就消失了。他们治疗最终包括针灸，所以妇科的医生吸收中特别多，他们学中医啊，学针灸啊。都学，有全世界里对这个都没有太好的方法。但我原来也说过，现在这个竞争，人事岗位的竞争，是吧？财富的竞争啊，越演越烈。猜竞争者是英雄，同时我们觉得他也是够啊，这个。够笨，你再有更多财富，如果正当行不正当，干嘛一会儿还出事呢？何苦啊？但是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本性，所以造成成功者因为这个满足而失眠，丢失者因为失败而失眠。我说的意思，这失眠者的原因很多。中学大学的失眠确实是疲劳综合症，皮层和皮层下抑制失调了出现的问题。这个来看，从这个大知识分子角度来说，基本他不失眠。为什么？他的工作的本身，他界定了他就是为这个人类的社会增添砖瓦的，你不可以在社会调查，基本如此。他给病人把这个病治好了，尤其难治的病啊，高兴满足，来杯咖啡，哦，过瘾。是啊，一个这个是科技上难题解决了，由此啊，在这个领域呢，在国际领先了，或在这个领域里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哇，高兴，几个朋友再喝一杯。但是适当的，这不是嗜酒，就是这种，它是一个庆祝的样子，庆祝这心里得到安慰，安慰本身从中医角度来说，气缓，就做哈，高兴的气则缓，欣慰，喜则气缓嘛，对吧？哎，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从这个概述的就。我能够引现出来一个，这是不寐的病，药物治疗、针灸治疗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心理治疗更为重要。所以这个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呢，它都属于心理治疗所在范围内的，你别小视心理治疗。这个心理医生啊，学问很大，专门的课程。我在美国看到咱们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有些人毕业以后到美国读心理硕士、心理博士，他们挺成功的。我觉得这个选择很对。心理病是世界性的，人群当中多发的，以睡眠
为第啊不昧为第一症状，因此呢，这个去研究它，很好的处理这种病，使他们得到很好治疗，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由于一时的情绪紧张和环境的吵闹，卧榻不适等原因引起的一两次的不能够获得正常的睡眠，这种情况是暂时性的，与此病没有关系。西医学中的某些疾病，神经官症、脑动脉硬化、更前综合症等疾病，以失眠为主要表现者，可参考本篇进行辨证论治。这个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你要注意到，这些病失眠是主要的，治好失眠那些都治好了。你比如说脑动脉硬化，这个失眠呢，这个失眠症可以猝死啊。这个人呢，失眠，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着急越不能入睡，越不能入睡越着急，自己跟自己就非常的恼火，就自己跟自己恼火，暴怒之下，气怒之下，血贼上病走啊，血贼气病走一上啊，发为大血，却得暴死，死了。你注意，这很重要的。你看这个，在医院里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比如说这个这样的病人，明天出院了。比如脑中风病人治好了，明天出院了，也告诉家属，明天接走，也跟病人说做准备吧，明天你出院了，病人也高兴，家属也高兴。但是跟家属还得交代一下，你们要很好的安慰一下病人，不能让病人过于高兴，这样会引起来没必要的悲伤的事儿。有些病人就是这样，也挺好了，这个原来有陪伴家属也不陪伴走了，第二天接病人时接个尸体走，夜间突然爆发死亡。我还有资格说的话，我说我搞了临床搞50年呢，那我们所以能够做有益的工作，不至于进入这种纠葛之中，就是因为必须得知道我们在这个是虚心向荣的时候，要注意到别样出现这是悲伤的事儿。所以我们经常要讲这个道理。更年期综合症的病人，刚才我讲了，这个他也是非常重要的突出的一个症。他的病因病机，心脾两亏，胃腑不和，阴虚火旺，还有肝火上扰，心胆气虚，是他的最主要的一种病人。这些个东西呢，这些个这个病机呢本身呢，我们呢可以这么说，是表现上的，在临床表现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之处。你比如说
我们最容易这个体现出来的肝火上扰和阴虚火旺。阴虚火旺是带有些虚象，而是舌质上能够表现出嫩红吗？不一定啊。就是在临床上脉证舌苔舌质都能够统一起来的这种病例太少太少了，非常的难以统一。所以中医的舌脉冲动舌证冲脉往往是基本上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方子开不出去，这也扎不了了。病人得病不是拿你的教科书的那个来打，不是拿课堂来打，大致相通又基本不同。所以啊，这个我们只能从理论角度讲，但是我们要重视理论和临床结合，临床更重要，因为它是应用科学。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不昧这几个原因，这里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你说这个病人呢有一点响声，就心跳气短啊，这睡觉睡不好了，这可以说心胆气虚，对吧？那么他听音乐呢，有的人呢听音乐睡觉，你说这什么？听声音啊，那音乐，现在这个音乐啊，特别能够引人入睡。有的人就是听音乐睡觉，你说他这什么？这什么？你说从辩证向哪一方面辩呢？啊，唯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更进步的符号一定往里加入。睡眠疗法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潮流。你们要读巴布洛夫学说的时候，你们现在还读巴布洛夫学说吗？不读了，这太可惜了。我觉得你们还要早出到图书馆拿出书来看。巴布洛夫啊，是强调这种逆向疗法的。失眠症的病人，尤其是肝火上扰的，还是阴虚火旺的这样的病人，就凡有噪音，他的理论专门在海滨建房子，这把这样病人都搁到海滨别墅里去，他入睡24小时都是那种海浪的澎湃声音，哗哗的声音，入睡夜夜间越声越大，对吧？注重这个方法治疗不寐症有效。在他的理论来上，大脑他的理论的一句是大脑皮层是在长时间的受同一种这个恶性因素的刺激，使它造成皮层疲劳，从兴奋变成抑制，酣然入睡。一旦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能睡好觉了，就非常甜美了。你要是离开他海浪，回到家以后又睡不着了，那家太安静了。巴布洛夫的，他就是皮层和皮层下抑制啊，中枢的抑制的建立的问题，它属于高级心理学说哈，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这医学嘛，也得上升，就是比如说巴布洛夫的这个心脏自律运动问题，这是他们的理论，就不受这个神经支配，就是尤其植物神经支配它不受的，是自律的，那么是。最近20年来已经打破了，受自我神经支配，他既自律也受支配，
这就是个进步哈。我觉得你们现在不学巴布洛学说的好像是有点是遗憾，我建议你们多钻图书馆看看，非常好。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这个学的非常好的，但是纳入正式教材里边的，可是我们觉得对临床太有帮助，审视病人呢太有帮助，确实是如此。辩证飞行他的主症是入寐艰难的，入睡艰难的，或者是睡不实在啊，或者是这个容易惊醒啊，自己睡一会儿就醒，睡一会儿醒，这病人叙述，我这一宿我不知醒了多少次，睡得也不解乏哈。第一个那是心脾两虚，第二个就是阴虚火旺。心脾两虚的呢，就出现了一种，主要是记忆力减退啦，容易心跳气短啦，这个表现出了不是一个健康的，面色乌花，面色黄白的，这个欲滋汗出了，出现了一种这种慢性病中啊，这个身倦怠，憔悴，舌苔呀、舌质啊、脉呀、都是弱的哈，都是一种显出弱象。这样的人呢，这看起来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一种神态，无精打采，面色无华，这个说话嘛也都是慢腾腾的，就是好像有一个厌世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人如果要是这个工作岗位去作为一种这个面试，肯定得落选。这个外表就不行，但要是现在这种这个有介绍人介绍男女朋友的话，一见面肯定对方不愿意，一看这个人半死不活，这是个病人病态哈。这一个人长期的睡觉不好受折磨，确实是非常糟糕。如果我是从这个过去历史角度来看呢，如果是因为上学的时候过于这个攻读，造成了是神经衰弱，那真是脑袋不容易再记东西了，来造成休学，所以这个情况挺多啊。那也不至于说像这个在那就心脾两虚了，那也不会造成这个这形容的比较哈，我说这是形容词啊，你要找的这样不很难找的哈，就大致就是一种疲惫的状态，你就临床这么去理解。如果不这么理解的话，你在心脾两虚在门诊上你对不上号，你见不到这种典型的病人的。对，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这个休学，过于攻读啊，下决心这一生要做出点什么来，那简直是能逃避的活动都逃避。那晚上晚自习的时候老师要求很严的，严这个买长手电筒回宿舍里边，被子把脑袋一蒙，大手电筒打开也未写功课，很多同学就是后来神经衰弱，都得只好休学。这是一个缺乏诱导的问题啊，缺乏诱导。但是总体来说是属于脾层和脾层下中枢抑制失调。过度，那么这是虚症，确实是虚症。过去中医有个治疗手段，用这种比较多年的鸡，尤其母鸡，就是熬汤，就不搁任何的调料熬汤，喝这个东西，一天喝两碗，那两碗一起码得有
800cc 的哈，哎，这更管事儿，非常管事，我就喝过，喝起来可难喝了。你说那个鸡就是用水煮完了以后，任何调料不搁往嘴里喝啊，喝，那真是喝药了。哎，他管事儿。以后我告诉了好多学生，都用的方法都好，不过现在的也难找了。那时候人家原始出发人说8年以上的老母鸡，这个是有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对皮层膨下中枢的调节作用，就是补脑，那有益，补心有益，健脾有益。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人虚火旺，这阴虚火旺呢，肯定要有这个是头晕啊、耳鸣啊，这个走路啊出现这个踉跄状态了，这哈不是很健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情绪不稳定啊，心烦呐、易躁了，在室内性有可能出现一些个性衰弱的病变。第三，肝火上扰，肩轻滞波动，急躁易怒，头晕头疼，胸胁胀满，舌质脉弦。我说这个啊，我要给大家解释的脉，应该就是一个叫做用个脉，比较是属于湿脉比较合适。这个弦脉我可以跟大家说啊，它表现出来是动脉硬化，都有年龄组的关系。你们在座的这些，你摸你们脉，谁要是脉弦了就麻烦了。你中医说那花脉主痰主湿，正确，对吧？痰毒嘛，对吧？那就是高血脂的病。弦脉就是脉硬了，对吧？你花脉如主气体来往来还这流利缺还原，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中医来讲就是一种痰湿，太热就是热毒啊，就是毒啊，对吧？你中医这不得看成是毒啊，就是呢，这样也是对的。人呢，急躁发怒的时候，可以出现错脉，脉错，不能出现弦脉。你肝脉就得是宣的，肝都是属于年老的，45岁下50岁以上，60岁左右以后，那就出现这种弦脉。我都快80岁了，我现在脉也没有弦滑脉。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的。我跟大家说的，你别随便说把这个弦脉给假年轻人弦滑悬了，是吧？哎，我们中医毛脉人称是滑脉，这个有问题啊，那个滑脉绝不代表这个。所以我们呢，这种现代的科学对中医进行提高，我觉得绝对没问题。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那我意见做没错，也用不着统一。头疼，胸胁胀满，舌红脉弦，送个脉就是实脉，脉红大也行啊，脉缩也行。再个心胆气虚，兼心悸多梦，上惊恐，多疑上锐，舌是淡的，脉是纤细的。伤寒论讲，脉纤细带愚昧啊，那是少阳症。这个我说一个不寐的病人，那睡着了就做梦，也值得研究的啊。善惊恐也值得研究的，在多疑善虑我觉得是合适的。我认为啊，就是你这样一个分型
是可以从理论上讲的，在实际临床时要注意把握住它的经典，注意它的要点，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临床医生。嗯，这个他都睡不着觉，你还说是他多梦。什么时候叫多梦？你睡觉睡多了，梦就多了。每一个人都会体会自己，你呀，要是睡上9小时觉，那多余那个觉都是梦了，是吧？这个人一般我们通常说啊，这个孩子挺懒的，这睡起觉了没完了。其实啊，他就是在那迷迷糊迷糊，又做梦，又睡觉，又睡觉，做梦。其实就是一个梦，就进入梦乡了，完全是一种享受。这个儿童书好多都是这样，他享受。其实他奶奶、爸妈妈在那说话，他都听得见，他就是不睁眼儿。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说成年人要是这样的话，他就是睡个8、9个小时，要7、8个小时觉，或者6、7个小时做的梦，做梦起来也很精神，对吧？因为他实际上有5个小时睡眠足够了。事实如此，你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要能睡上6个小时觉，那太精神了。那他人不允许你睡那么多觉，睡那么多觉你就不是老年人了哈。向我们介绍，脾胃不和，兼烂闷易气，爱腐吞酸，心烦口苦，舌苔是厚腻和滑涩。一到脾胃不和呢，必须得应该有一些个消化道的症状，这些个都是消化道症状，是卧不安嘛。所以胃也不和，胃也不和就带来一种消化不良的一些现象，腹属水谷啊，能力就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推酸呐、爱腐啊，这个气机不畅的这些症状。辨证要点，症候的主次。不寐是以彻夜不眠或不易入睡或睡而易醒为主要的临床表现，这个表现的非常好，表述的非常清楚。它还有能够出现呢，因为睡眠不足可以出现的夜夜的头疼，就头隐疼，是无精神和有些个轻度的烦躁。这是非常主要的一种情况，其他别的都没有必要我们再去管它。你比如说如因发热、头疼、咳嗽、瘙痒或周围环境不良而造成的这些个不寐，跟这都没关系。你说要得欺负症的睡不着觉，跟这更没关系了。这互相连，它不衔接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不该把它的列入就不列入，就毫无关系啊。就是这不寐，它是指的不能睡觉，不能入睡，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干涉，它本身是个病，对吧？辨证要点，辨受病脏腑的不同，由于受累的脏腑不同，表现的兼症也有所差异。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派的这有关的病症，比如不寐者除了主诉失眠以外，还有这个纳呆的、口淡的、腹胀的、便溏的这些个消化系统疾病，都属于这属于脾胃的。只要多梦、头晕、健忘者，都病在心。我上面已经开始把这都叙述过了，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特别注意的东西。从基本治疗来说，神门三焦，这是教科书多年没变的一个方子。这个从一版教材到现在，这个神门三阴交，他说这个呢是由于从这个
职责角度上用的是凝神耐神，凝心耐神呐、啊。用手少阴心经及足少阴肾经以及背腧穴为主。这里边呢，真正就过去长期的一个配方就是神门三阴交。后来呢，又加上个四神聪，镇静耐神。你比如说晚上哈，你值夜班，这病人的神经衰弱，就两个做法。一个做法，医生，你说哪串哪串，给什么化学药。那一个呢，医生起来以后扎四神聪，扎神就告诉病人，你带着睡觉没关系，明早去见那病人，然后这个小孩是安静睡觉了。能好，应该这个好，四神聪好。老年人另外，老年人他没多少觉睡了，有可能一天在家里撒针可能不行，他有可能用一点这个苏兰丁类的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作为一个病人来说，那么你应该啊这么来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针灸是更好啊，确实更好。你也可以试试啊，我说中药也是很好的。你比如说焦太丸，像是睡症配穴，地性的心脾亏损的，再加上心腧、卷腧、脾腧，这个它与三焦呢相配，能够加强健脾益气、养血的作用。这三焦的穴确实很好，我在讲三焦的时候特别讲到三焦这个穴的，一共是我给大家介绍了四大功能。这三焦穴的养血活血是调经的作用非常好。第二型的阴虚火旺，再加心腧、肾腧、太溪和照海，滋补肾阴的，这，但是心腧呢，用那个泻法以降心火。我们呢，这个中医的针灸穴啊，这些年来科学实验加强，国家九七三的专家组的专家，我是成员之一。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来啊，是做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全国性的。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给大家讲，你们是大学生、研究生，要注意到这个。我们呢不是是为了啊。自圆其说，在那说些理论，要给他戴上一个科学的皇冠。你比如说心腧用泻法以降心火，这个心腧的作用是这个补益心气、强心，它可以通过活血化瘀以强心，可以通过补益这个心气以强心。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腧用在去火角度上，就不恰当了。中医学角度上，你从现在的科学角度上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啊，因为要用心经的穴，啊，应该这个用它的心经的心穴，心。泻肾热，五腧穴的心泻肾热，它是泻热的，对吧？那么要用背腧穴，
背数学以补益。就在临床上你看啊，治疗神经衰弱的，我跟大家在这再讲一个配方。我再讲这配方，这个配方在门诊上经常来，就是来扎针，他不是住院病，不是一个神经衰弱不好住院的哈，就是要一个睡不着觉住院不合适，还得门诊来做治疗的，你就给这配方啊。这个配方呢非常的好，从啊这扎针啊，从第一大柱扎起，一直扎到肾腧膀胱第一侧线，针刺进去的深度不超过三分，这扎针扎的很多了，是吧？你看这刺多少？出了第八，是吧？出了第八胸椎的地方，对吧？出第八椎的这地方，椎体的没有，血之外空了，对吧？日本人天上这叫是医术啊，医西线说的，中国不承认这个哈，但是中国扎针也扎这个地方，啊，它不叫医术，对吧？反正也扎这个地方，一直刺下来，然后在那俯卧位嘛，俯卧15分钟，然后给它起针，这个作用很好，治失眠。这种在门诊治疗，你加四神宗那就更好，不加也行。但是门诊的病人来了以后失眠，你来了之后就给他扎个四神宗就不管他了，可能病人的心理上不好承受啊、我挨了半天挂号，又挨了半天扎针，进了这时你给我就给头上扎那么几针，叫我坐一会儿走了，他这心理不平衡，有可能带他新的东西，他要很好的趴在那哈俯卧位，你给扎了这么多的针，哎，确实有效，他心理平衡，两者相盖一张。这个不是我的方法，我过去是跟我的老师肖友三，北京的肖友三，这老先活着得110岁了，做这个太好了，他门诊的病人多的不可开交，那。我跟他的时候我们就跟15天了，两个星期，他的病人一天的老先生从早到晚得看100多个病人，很有学问，学问来自于他的这个病人多，病人多来自于效果好，这病人们，老张照介绍了老李介绍老赵。就是他的病人可比那宣传机器就更厉害，因为我是叫他治好了，你叫他治非常好，这个方子确实很好，我等于给这样的给大家增加一个哈。心胆虚却用心腧、胆腧和秋虚，心腧调心胆气机，胆腧益气安神，秋虚镇静安身，多用于心体易经，这张方子非常好，严谨，理论依据也比较啊完美。他在这个地方用西书用的一个调心胆气机，没有泄心热，非常好。就是胆腧也用的益气安神，而没有用泻胆，没有用这个所谓肝胆的将军之官如何，是吧？这是真的，那个是疏达的东西哈。秋虚镇静安神啊，肝火上扰用。肝腧、坚实和太息，这个坚实用的特别的好，用平肝潜阳，非常好。因为这坚实的穴，临床医生往往的就只懂得用内关，就把坚实就给丢了，这个不确切，应该用这
肝胆的血，再加上调理哈，就南参定志的血，这样方子非常完美的。胃腑实降是胃腧、朱砂里和中脘，这又回过前面的方子了。这胃腧呢，是增强胃的腐属受纳之功，加强运化之势。朱砂里毫无疑问啊，是健胃啊，化湿这个穴位。中脘基本也是如此，这作用都是相通的。如果这张方子要再加上三阴交就更好，比如它的化湿作用特别强，就建中州嘛，对吧？这个我讲三阴交是特别要介绍到它的建中州，健脾养胃啊，是代谢利湿，这都是非常好的作用的。它的操作呢，用毫针刺，虚症用补法，湿症用泻法，这要求的非常严谨。最后我们再加上一些有关的配合治疗，一个是耳针疗法，这长期的大家都会知道的，这一定要用皮脂下，心呢、肾呢、肝呢、神门呢、这垂涎呢、耳背心呢，应该是用这个清针埋线和用王母流星籽啊来是贴压。第二，用皮肤针。这个皮肤针呢，或者用梅花针呢，这是我说的这个，按着膀胱经的第一二侧线叩侧，啊，从上叩了下，从上叩了下，这个方法也很好。不过这个呢，可能是在用医生时间很长，这可以交由护士来打，因为有些个操作呢，都是中医自己操作习惯了，这应该是由护士来操作的。他们学这个，你最多用一个小时，完全可以教会他。你告诉这条线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走形，然后你给做示范，怎么扣刺，怎么掌握到什么程度上，啊，这是比较容易的。这医生来做，你一个上午能做几个病人，那就太有点过分了。第三一个是电针法。血丝针从太阳接通电针仪，用较低的频率，每次刺激30分钟。电针也是一种方法哈。这个现在呢，应该说这针灸医生啊，基本都用电针了。这电针挺简单，扎进以后一通，这样一通啊。就脉冲电，是，尤其在海外，因为海外呢，他将电针呢再征收一份钱，所以我跟海外这医生说，我说你们呢把针灸的精髓丢了，你不用手法，还省事儿，也省时，你就加个脉冲电，你加脉冲电多增加收费，这可能有失于针灸学的灵魂呐、啊。所以往往呢，也是有些个弊病。在电针的使用上，应该对麻痹性的，是。特别的疼痛性的病人，缓解止疼，像这种情况下用电针呢是适合的，因为它可以啊比较长的在那，你坐上一个小时、俩小时都可以啊。我也来讲那个啊，我讲这个是气摄的时候，对，呼衰用的时候是用加脉冲电
啊，长时间的做。我特别讲这地方肉皮很薄，手法不好做，电针是最好。我解释讲，讲那么多学就讲那么一次。八罐疗法，从相部啊，从颈部的地方，自腰底部，这还是太阳膀胱经的这两个侧线，用火罐自上而下，这个做，这个有几种做法。一种做法呢，就是里边加了这一点水，叫走罐，从上到下那么走，这个水在里边它就可以走啊。一个就是一扎一溜，你扎个从上到下，两边可以15-20罐加上都行，操作上都行。现在这个也更时髦一些，刮痧也有意义，那刮痧也是刮这道，也是有意义。这些东西你可别小视它，你要是真正的你掌握了它，你操作了出来了，确实有效。这些辅助中第五耐瘀，针灸治疗不寐症的效果是不使用量好，好治疗时间呢下午为宜，这可能是为了叫他睡觉。我说如果那说晚上不就更好吗？那么我们如果按正规的针灸的正常常规，上午下午各一次，日做两次，这是按着针刺手法的量效关系得出结论的啊。有其他疾病引起的不寐者，同时治疗它的原发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路漫漫，披荆相伴，